现在进行国事会议，每位委员发言三分钟，请罗委员明才发言。院长，各位委员，大家早。今天本席对于国事建言所讲的是健全长照体制需要全面思考。台湾人口老化问题严峻，根据国发会统计资料，民国107年台湾就要迈入高龄社会，届时我国在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例将超过12%。10年后，台湾人口老化速度将成为全球第一，正式进入每5个人就有一个是老人的超高龄社会。本席在这里呼吁各界必须重视人口年龄比例失衡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国安问题，为了不让我们下一代一出生就背负沉重的抚养重担，更要让长照失能患者的家属能够有喘息的机会。本席认为紧速订定完善的长照政策绝对是立法院新会期刻不容缓的重要议题。根据卫生福利部资料，去年台湾约有74万失能人口，但其中并非只有老年人，由于今年疾病年轻化等因素影响，也出现了不少年轻失能者需要长期照护。因此目前行政院长规划是要以长照保险体制为主，民众只需多负担1/5健保费，其余由政府与雇主负担，就能达成每年固定1100亿元规模的长照体系，将可全面照顾82万失能人口，提供每人每月约10000多元的长期补助，有效减轻全国376万人失智失能家属肩上的重担。然而即将执政的民进党却否决国民党长期以来推动长照保险制度。事实上国民党在这一块已经很用心了，也考量很多的这个各方面的意见了，这个总结出来哈。但是民党他现在执意只用指定税收加上公务预算筹措作为未来长照的这个裁员。本席发现如果以现在目前民进党的这个计划，大概每年只有300至400亿的规模，这个是有问题的。而且他这个财产这个长照的裁员来自遗赠税与房地交易税，甚至还加上0.5%的营业税。那如果遇到景气不佳的时候啊，这些税收的来源啊都会变化，甚至可能短缺啊，就让长期照护这一块啊可能没有办法一次到位，没有办法全面的思考，没有办法稳定的走下去。那本人啊在这里呼吁啊，希望长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啊，大家要全面思考啊，你我以后都会用到，而且啊这个有谢谢罗委员。现在请李委员燕秀发言，发言时间3分钟。谢谢。我想透过今天的国事论坛来谈一下从春节开始上班之后在整个台湾流行的这一次的大流感的疫情。这一次的流感其实相当的严重，在今年的第6周，其实整个台湾的类流感已经到48000人。这个48000人其实是在春节时间就可以发现，也就是说我认为这一次的整个大流感 的流行可以凸显出我们行政部门有2个很严重的问题。第一个，我们没有做好事先预防的工作，事后的疫情的控制我们也没有做得很好，我认为这是应该加强的。在这段春节期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预测到还没放假之前就有48000个人类流感的病情影响，我们可以预测到在整个
大型的教学医院当中，包括这个社区医院，都可能在急诊室可能造成很严重的阻塞。在近期，包括在这两周，还是同样的状况。但是我认为我们的卫福部疾管局没有做到分流的工作，在这一段期间，当然也有可能造成其他二度感染的重症发生。是这一次我发现整个我们在医疗体系当中春节的类流感的流行，我们过去虽然卫福部说疾管局说这是单一事件，但是我们知道每一次春节的时候都有可能是碰到这个类流感的病情是最严重的病情，但是我们却没有长期做到分流的工作，这是第一点我认为未来该检讨该改善的地方。第二点，如果类流感的进行是的持续高峰是在过年前就已经发生了，我们可以预测到在开学之后，在上班之后，开学之后可能又是另外一波在校园内的群聚的感染。我们也没有看到我们的教育部协调我们各县市教育局做好完整的通报。在上一周我们才看到行政部门开始在研讨是不是要把未来公费疫苗施打的对象要下降，包括我们继续要严拟在各县市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学校到底有多少人有感染才开始停班停课。到昨天为止我们看到媒体上呈现全台湾已经有40班停课的状况。也就是说我认为未来针对于每一年流感疫情的高峰期，其实这并不是单一事件，这是每一年都有可能发生的状况。我今天在这边再一次看到从这一次流感的疫情的流行看到两个单位的问题，我们也期望未来卫福部的疾管局未来对于每一年流感的进行，包括未来急诊室好，谢谢李委员。现在请曾委员鸣钟。主席，张院长，各部委所长，各位同仁，大家早。我今天要谈的题目是重视金融专利的问题。近年来由于金融业受到行动通讯、云端化、网络化、社群媒体及大数据等新兴科技的影响，对金融业将产生破坏性的创新，那正在彻底改变金融业未来新的面貌。各国面临这个情况，积极推动金融科技创新，像美国的矽谷、英国的伦敦、新加坡跟香港，我国金管会也在去年9月24日正式成立金融科技办公室，积极推动金融科技的创新。金融业过去比较不重视申请金融专利，但是因为近年来投入大陆的资本正在做金融创新，所以各国已经在积极申请金融专利。比如说像 Visa 到现在已经超过1324个专利，Bank of America 有超过1052个专利，连韩国的银行新韩银行都有超过907个金融专利， Mastercard 有808个金融专利。回到国内来看，国内只有最多的是国泰世华12项，中国富邦6件，中国信托4件，永丰金控1件，其他泛光谷银行1件也没有。进一步分析这些金融科技的项目，主要是大数据分析的技术 IoT 也就是物联网技术，还有行动通讯、云端运算等重要科技。这些科技都是未来金融创新最重要的科技基础，会影响金融业未来的最重要的发展，也关系到以后投资大众的权益。回顾国内，我们金融业过去因为规模相对比较小，也不重视研发，
导致申请金融专利的件数相对比较少，所以我希望我们国内的金融业，尤其是主管机关，建议主管机关必须重视这个问题，积极鼓励金融业投入更多的研发，研发之后并且要申请专利，来确保未来发展需要。各位想想看，假设未来关系到金融业发展的最重要技术像现在很多的制造业一样完全掌握到外商的手上，到时候不但会影响我们金融业未来的发展，不但是国内金融业的发展，也会妨碍我们金融业到东南亚、到世界去打亚洲杯、打世界杯的影响。我们也希望经济部智慧财产局能够协助国内的业者申请开发金融专利。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曾委员。现在请徐委员裕仁。院长，还有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同仁，大家早安。昨天我有荣幸邀请教育部的同仁来我的办公室解释高等教育的创新条例。对于里面想要推动的这个改变，还有台湾急需创造创新的这个实验教育，还有高等教育的松绑，我给予教育部同仁高度的肯定。一个国家的教育政策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基础。在这看到这高等教育创新条例呢，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漏掉了，我在这边想要特别呼吁，就是技职体系的这个转型。台湾的技职体系在过去因为大学鼓励升等的关系，全国现在竟然有112所研究型的大学，而许多该培养我们制造业中间人才的技职学校反而转成研究型的大学，老师大部分时间可能在写案子要拿预算，学生被迫没有在做实际上实务的操作，他们出去也找不到工作。这样子的一个转型造成了整个技职体系的崩坏，制造业人才的中空，造成了企业找不到员工，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我想在高校创新的未来里面，我强烈的要求把技职的这个转型也纳进去。另外我在这边也呼吁教育部提出一个更积极的作为，在这些创新的条例里面，不只去鼓励学校的整并，更要严格的监督，避免在整并退场的过程中有许多失效弊案的产生。那另外那些比较表现不优良的学校，他们该让他破产就让他破产，让他可以直接不要受到政府的补助，然后让他可以变成破产的这个机制。另外台湾在过去的这个教育体制里面一意的追求顶尖大学的排名，然后一意的去追求这个论文的发表，但是在这个用以治学的年代，我们还要强烈的追求学历和学位吗？我强烈的呼吁在高等教育创新条例里面在学位还有学历的这个要求上能够以实作而且符合未来需求为主。谢谢。谢谢徐委员。现在请陈委员移民。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在座的各位同仁，大家早。本席今天要演讲的探讨的问题是面对流感的威胁，提高警觉勿恐慌。大多数的民众容易误以为流感的感染的对象主要是以老人及幼童为主，其实年轻人以及中壮年人在得到这个流感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严重的症状。根据 CDC 的统计，其实在目前死亡人数方面，
当然大部分还是65岁以上，同时有些重症的老人，但是在50到64岁的这个年龄族群呢，其实也是非常的严重哈，而且是仅次于这65岁以上的老人。所以本人呼吁呢，其实国人应该要重视这个流感的议题。可是在流感的里面，其实很重要一个部分是预防医学的部分，不是只是接种疫苗，更重要的其实就是要做到化学预防的部分哈。因为从去年开始呢，其实 CDC 已经开放好50岁以下的国人，只要他的是有一些慢性病的话，其实是也可以公费哈，也可以免费的施打。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从去年12月1日开始哈，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说，化学预防其实是可以做的。换句话说，只要是家人，还有呢，就是同班同学，好，只要同事，只要有人得到类流感的话，其实是可以免费施打克流感，也就是说可以做到化学预防。换句话说，如果你感受到可能你的同事之间有人得到的话，其实你可以赶快去吃药，吃药就可以做到化学预防，让身体里面的这个流感的可能已经感染流感病毒呢，是可以大大的把它抑制下来，好，这样就可以减少你到时候发病好的时候的严重度哈。所以我想这部分国人应该是要留意的哈。那当然目前的情况已经好转，但是呢，本席呼吁国人是不要过度的恐慌，同时不要随意的去散布疫情哈。因为像之前哈，马偕医院被有人讲说已经是塞爆了哈，就是这个其实是会造成哈民众的恐慌哈。那只要提高警觉，好，随时做好自我的健康的防护呢，一旦有呼吸道好，同时发烧、肌肉酸痛的症状的，就及早就医。最后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当你搭乘交通工具的时候，最好是要戴上口罩哈。像最近呢，我在搭捷运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就是民众呢戴上口罩的其实很少。那大家知道说，其实只要这个流行性感冒，像现在流行的 H1N1， 人体试验就发现说，只要一咳嗽，距离你 1.8 公尺的人就会被感染。所以 1.8 公尺其实是有一段距离的，这是飞沫传染哈。所以大家要知道说，最好是戴上口罩，这是最好的预防。当然洗手也是非常的重要。好，以上，谢谢。谢谢陈委员。现在请陈委员欧博发言。主席、苏院长、张内阁团队、本院各位同仁，大家好。本席今天在此要再次呼吁，全民百业要建立共识，让台湾的观光产业能够再升级。台湾拼观光不能只是涂涂抹抹，必须要先洗脸再化妆，才能够彻底的美丽。我们政府在民国89年先是打造观光大国，在104年又推动观光大国的行动方案，可惜我们的成效非常的令人难过。在全国经济体上，141个经济体在旅游业的发展，我们只进步了一名。这相较我们亚洲其他邻近的国家，我们真是无以汉言了。所以本席在这里呢，要呼吁呢，我们大家一起来重视观光产业的发展。根据自由经济论坛指出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呢，观光业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特别是亚洲地区呢，已经成为全国最活跃的一个旅游热点。以估计来讲，大概一年可以成长 8% 的一个经济成长率。那整个全球的经济成长率目前来讲是 2.3%。 如果这样相较起来，观光的发展呢，确实是我们要能够去突破的一个重要产业。台湾的经济产值如果这样推估的话，我们六年呢将可以突破呢兆眼的大关。这个比起呢我们发展其他高科技的产业需要很多的门槛需要耗时很多，观光产业似乎是我们目前发展台湾经济的一个最好的机会。那但是呢，我们台湾的观光的这个组织呢，层级、预算以及这个法规呢，仍然停留在20年前，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架构、组织跟预算能力之下呢，无法有效来推动，所以竞争力当然低落。所以本席在这里呢，呼吁朝野共同支持。第一个，
中央观光主管机关应该升格，并且加以大力的作为执行小英总统新观光政策来负责，来积极推动开放天空港埠国界免签的开门，以及前台不同观光圈的特色的一个旗舰级的规划，让台湾更具有竞争力。毕竟我们邻国都要抢这个观光客，台湾呢怎么可以这个不积极的作为？第二点，我们应该积极来奠定那个2025年的一个目标，达到1.2兆的一个产业目标来努力。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全民百业来建立共识呢，提升我们发展观光产业的一个方向来努力。以上的建议。谢谢陈委员，现在请柯委员致恩发言。主席、苏院长，还有各位立委先进，还有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早安。最近高雄呢发生学童在进行体能测试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心律不整的关系而造成身体感到不适。虽然学校在第一时间之内叫了救护车，但是呢送到医院之后呢，经过急救后宣告不治，这是一个非常惋惜的事情。而这个新闻也提醒了本席来关注全国各中小学有关于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颤器的一个设置。那 AED 呢，我们简称傻瓜电极器。过去来说，它可以算是一个携带非常的轻巧，而且可以在紧急的时间发生作用的一个装置。目前呢，全世界的欧盟国家呢，都会规定在公共场所里面呢，都应该要设置 AED 的电极器。那本会的第八会期，所有的委员也跟卫生福利部共同的通过了医疗紧急救护法的第14之1跟14之2的修正条文，要求我们全国的各公共场所都应该设置这样的一个设施。这可以说是一件非常值得鼓励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发现它所规定的公共场所有关于学校的范围，却是仅限在于高中学校以上。那这个部分里面呢，对于中小学而言呢，就要看各县市的机关首长他们对于这样紧急设施的一个认知，还有是否有企业来做一个捐赠。那我们知道呢，这个部分呢，的确是需要很多需要被检讨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像是台中市呢，它在前年的时候呢，就是全校校校都有 AED 的设施，而且要求老师都来做过紧急训练，这可以算是落实的最详实的。而在基隆市呢，也达到了校校都有 AED。而对于我们台北的首善之区，虽然他也鼓励各校都要来设置，但是呢，他却没有经费的补助，由各自学校自力救济。那对于一些县市呢，这个裁员比较拮据的，像是苗栗县，他们呢就是因为经济的发展，所以以至于呢，在过去的时候呢，几乎就把这个租赁的这个 AED 的器材全部的撤除，这所以就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呢，本席在此就要呼吁教育部跟卫生福利部应该协助全民来增强对于 AED 这样的使用跟宣传，更是要设置这样的仪器。救灾的器材不能缺，救灾的经费不能省。我们举个例子，像本席所在的立法院，包括台中办公室以及外馆就有18台，这是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则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强烈的要求透过这样 AED 器材的一个设置的，让我们全民的小朋友都能够得到最妥善的照顾。但是我们也即兴的呼吁，希望各企业界呢秉持爱心，能够多多捐赠，让我们一同来守护全国的中小学的学童。非常谢谢。谢谢柯委员，现在请林委员立禅发言。院长还有各位长官早。那鉴于东协国家新兴市场蓬勃发展，立禅认为深化台湾与东协经贸文化交流必须从眼前做起，从培育新住民新二代做起。政府应该持续新进新住民培力辅导工作，让新住民成为台湾与东南亚民间交流的外交尖兵，也让新住民二代成为台湾精进东南亚市场的优秀人才来源。期盼相关单位
更多的重视，给予更多的重视。在1994年，经济部提出加强对东南亚地区经贸工作广令，鼓励台商到东南亚投资设厂，引领国内劳动密集产业移向东协国家，成为台湾推动南向政策之开端。此时今日，中国大陆与东南亚已成为全球经贸及社会发展最迅速的地区，东协国家的 GDP 成长率平均保持5以上，加上天然资源丰富，劳动人力众多，已成为全球企业投资的首令。其实国内企业前进东南亚最迫切需要的是熟悉当地的语言、社会脉络，拥有当地人脉及经营人才，帮助台湾企业适应当地的环境，掌握最新市场的脉动。令人高兴的是，目前台湾社会拥有众多的新住民及二代子女，因为文化亲近、语言沟通能力非常，愿意前往东协国家发展。他们是我们台湾布局东协重要的人力资本。非常在台湾不是东协的会员国的现实条件下，立产努力推广多年的新住民二代培力，将可具体的协助台商获得南向人才。去年蔡英文主席在竞选期间提出新南向政策，希望蔡主席在就职典礼后就必须负责任地提出政策的细节。20多年来，台商长期对东南亚投资早已成为我国深耕东协各国先锋部队，政府应该为在外冲锋陷阵的本国企业提出实质的后援支持，不能只是勾勒理想与愿景，却让台商在外孤军奋斗。谢谢大家。好，谢谢林委员的发言。现在登记国事论坛的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现在休息。
好，来，请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宴会，出席人数41人，已达法定人数。好，现在我们宣布开会。那么本次会议议事日程，因程序委员会尚未组成，由秘书长依律编拟草案，提请院会认可。请问院会对议程编列顺序有无异议？好，好，民进党党团有异议。那么，民进党党团对秘书长编拟之议程草案有异议，请议事人员宣读民进党党团提议之内容。案由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9届第一会期第二次会议议程草案报告事项拟请增列委员叶宜津等30人拟具之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委员黄伟哲等19人拟具之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委员郑宝清等42人拟具之政党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草案，及委员陈廷飞等20人拟具之政党及其附随组织取得财产清查及主体条例草案等4案，并列为第二案至第5案，是否有当请公决。提案人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柯建明宣读完毕。请问有异议？好，没有异议，我们就在此宣告民进党党团所提增列报告事项照案通过。现在进行报告事项，请秘书长宣读第一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9届第一会期第一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29日上午9时至9时43分，11时1分至12时7分，下午20时30分至5时47分，2月23号上午10时。至11时44分，下午1时50分至11时59分，20:30分至5时23分。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蔡委员、令仪等113人，列席官员：行政院院长张善政等40人，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启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8届院长、副院长选举。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第11案、第13案、第16案、第18案至第128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第12案、第14案、第15案、第17案均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29案决定交超越党团协商推派人选后提报宴会。第130案决定照案通过。第131案，本院院长报告，质疑本院组织法第14条之规定，遴选林志嘉先生兼任本院秘书长，王全忠先生续任本院副秘书长。执行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149件；乙，本院委员执行部分5件。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并答复咨询，决定下次会议继续进行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之咨询。讨论事项：第1案、第2案、第6案、第7案、第9案经暂不予处理。第3案至第5案、第8案、第10案均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其他事项：一、105年2月2日超越党团协商结论共3项；二、105年2月19日。超越党团协商结论共3项，宣读完毕。报告院会，针对第一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做以下之宣告：第一次会议议事录确定。报告院会，
现在先进行处理刚才通过的民进党党团报告事项正类部分，请宣读第一案。本院委员叶怡静等三十人拟具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哦，报告事项正类部分第一案，本案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照案通过。好，我们第二案。本院委员黄伟哲等十九人拟具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报告院会，本案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案通过。来第三案。本院委员郑宝兴等四十人拟具政党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报告院会，本案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报告第四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拟具政党及其附随组织取得财产清查及处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报告院会，本案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案通过。现在我们继续处理议事日程原类报告事项第二案以下议案记载于议事录顺序，授权议事处依序排列。现在请宣读第二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拟具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内有没有意见？没有，照案通过。第三案。本院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拟具二零六赈灾重建及纾困特别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第四案。本院委员李应元等十七人拟具两岸协议介入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第五案。本院委员李应元等十七人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对议事处意见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第六案。本院委员李应元等十六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三十六条及第三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第七案。本院委员郑天才等二十人拟具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第八案。本院委员郑天才等二十人拟具原住民族基本法增订第二十八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内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第九案。本院委员郑天才等二十人拟具有线广播电视法第四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请问内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第十案。本院委员孔文吉等二十一人拟具反族群歧视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第十一案。本院委员吴志扬等十七人拟具全民防救灾教育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第
十二案。本院委员陈一鸣等十七人拟具《卫生福利部组织法》第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第十三案。本院委员陈一鸣等十七人拟具《国立热带医学中心组织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十四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十七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通过第十四案。第十五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十七人拟具《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十六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十七人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十五条之二及第四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通过十七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十六人拟具《立法委员行为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十八案。本院委员赖瑞龙等十六人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第九条及第二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十九案。本院民进党党团拟具《地方制度法》第四十四条及第四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二十案。本院委员何新纯等二十二人拟具《文化资产保存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二十一案。本院委员何新纯等二十二人拟具《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二十二案。本院委员黄伟哲等二十四人拟具《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二十三案。本院委员曾明宗等十七人拟具《灾害防救法》第四十四条及第四十四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二十四案。本院委员曾明宗等十七人拟具《会计师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二十五案。本院委员曾明宗等十八人拟具《信托业法增订第三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二十六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二十七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总统副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二十八案。本院委员林德福等二十三人拟具《所得税法》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二十九案。本院委员王定宇等十九人拟具《建筑法》第七十七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三十案。本院委员苏小慧等二十四人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三十一案。本院委员郑运鹏等十六人拟具《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32案。本院委员郑玉鹏等16人领取政党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本案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照改过的意见来通过。下一第33案。本院委员郑玉鹏等16人拟具立法院网络国民提案实施办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问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34案。本院委员郑玉鹏等17人拟具公务员服务法第1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35案。本院委员蔡逸云等19人拟废止蒙藏编剧人员仍有条例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36案。本院委员蔡逸瑜等19人拟废止蒙藏委员会组织法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37案。本院委员蔡逸瑜等19人拟废止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法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38案。本院委员叶怡金等22人拟废止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法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39案。本院委员叶怡金等21人拟具法院组织法删除第63条之1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40案。本院委员叶怡金等23人拟具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41案。本院委员古拉斯尤达卡等21人拟具姓名条例第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42案。本院委员国拉斯尤达卡等22人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4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43案。本院委员高志鹏等20人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44案。本院委员高志鹏等21人拟具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45案。本院委员高志鹏等21人拟具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第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46案。本院委员高志鹏等21人拟具宣誓条例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这一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47案。本院委员高志鹏等21人拟具总统副总统宣誓条例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48案。本院委员高志鹏等22人拟具政党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本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议事处意见通过。49案。本院委员高志鹏等22人拟具政党及其附随组织取得财产清查及处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本案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50案。
本院委员林淑芬的二十人拟具公民投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经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本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五十一案。本院委员林淑芬等二十人拟废止集会游行法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大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五十二案。本院委员林淑芬等十八人拟具《职业灾害劳工保护法》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五十三案。本院委员姚文智等二十三人拟具《建筑法》第三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五十四案。本院委员顾立雄等二十一人拟具《国家安全法》第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五十五案。本院委员赖世葆等十九人拟具《公务人员退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五十六案。本院委员赖世葆等二十人拟具《管线安全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五十七案。本院委员赖世葆等二十人拟具《儿童网络个人资料保护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五十八案。本院委员赖世葆等十九人拟具《工程法》第四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五十九案。本院委员赖世葆等十九人拟具《空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六条及第五十六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六十案。本院委员杭昭顺等二十一人拟具《国土富裕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六十一案。本院委员杭昭顺等二十一人拟具《海域法管理法》草案，海域管理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六十二案。本院委员杭昭顺等二十一人拟具《宗教团体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六十三案。本院委员杭昭顺等二十一人拟具《环境资源部国家公园署组织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六十四案。本院委员黄昭顺的二十一人拟具《诉愿法》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三条及第六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六十五案。本院委员黄昭顺的二十人拟具《反恐怖行动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内政、外交及国防三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六十六案。本院委员黄昭顺等二十人拟具《子女抚养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六十七案。本院委员黄昭顺等二十一人拟具《光害防治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六十八案。本院委员黄昭顺等十七人拟具《土地法》第二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六十九案。本院委员黄昭顺等二十一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一百八十九条之三、第一百八十条之四及一百八十条、八十九条之五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七十案。本院委员黄昭顺等二十人拟具《债务催收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七十一案。本院委员黄昭顺等二十人拟具《证券交易法增订第十四条之七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
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72案。本院委员黄昭顺等21人拟具《生技新药产业发展条例》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由交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73案。本院委员黄昭顺等20人拟具《劳工保险条例》第5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由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74案。本院委员李坤泽等28人拟具《劳工保险条例》第1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由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75案。本院委员李坤泽等28人拟具《劳工保险条例》第69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由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76案。本院委员李坤泽等28人拟具《公民投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由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77案。本院委员段宜康等28人拟具《行政院组织法》第1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由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78案。本院委员段宜康等26人拟废止《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法》行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由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79案。本院委员徐正伟等18人拟具《建筑师法》第26条、第46条及第46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由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80案。本院委员徐正伟等18人拟具《台九线道路改善建设特别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由交通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81案。本院委员林俊宪等44人拟具《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82案。本院委员林俊宪等43人拟具《206正在重建特别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83案。本院委员赵天麟等21人拟具《立法院组织法》3除第7条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84案。本院委员赵天麟等20人拟废止《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85案。本院委员陈明文等21人拟具《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86案。本院委员陈明文等18人拟具《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87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立法院组织法》第3条及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88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8条及第9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89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7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90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91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第61条及第6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92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通过。照议事处意见通过93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原住民身份法》第2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94案。
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国家公园法》第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九十五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第二十条及第二十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九十六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总统交械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九十七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就业服务法》第二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九十八案。本院国民党党团拟具政党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九十九案。本院国民党党团拟具政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请问啊，本案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啊，审查，请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做以下决定：报告事项第九十九案改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员会审查。第一百案。本院国民党党团拟具《总统副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一零一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一零二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我国拟加入联合国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外交及国防、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一零三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我国拟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案，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外交及国防、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一零四案。行政院函为经济部委办理消费提振措施项下补助二 G 换购四 G 手机实施计划所需经费不符八亿元，动支一百零四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指引，请送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机关别表。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经济两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那你要提书面，提书面的意见来。党团那个党团要协调一下，你有意见要提书面到这边，啊？啊，不行，这个整个会议程序啊，这个有看党团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针对一百零四案、一百零五，那是不是请党团啊？啊，来，是不是请党团？哎，我们党团的干部呢？一零四、一零五，还有呢？好，那我们先进行下面。那个钟委员，你们是一零四，还有呢？一零五、一零七。那我们先过了哈，先过了。好，好。好，先过。对，啊，你们有党团的代表来处理啊。那这个案子我们就先过，啊，先过，反正这个到委员会也可以再处理嘛，啊。那一零四案啊，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议事处的意见通过。一零五。行政院函为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为办理消费提振措施项下补助二 G 申诉四 G 实施计划及补助固网宽频升级实施计划所需经费不符三亿二千五百八十九万元，动支一百零四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指引，请送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机关别表。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交通两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
啊，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一零六。行政院函为农业委员会为因应104年度国内家禽场首度爆发外来入侵之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疫情，办理防疫处置及辅导产业重建复阳等相关措施，前动至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2亿8810万4000元之应一案，减送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机关别修正表。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向财政经济两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一零七。行政院函为交通部为办理消费提振措施项下，补助国人住宿游园精彩性实施计划，所需经费不敷3亿7500万元，动支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之应，减送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机关别表。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交通两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一零八。行政院函送104年7至12月中央政府营业基金3亿元以上及非营业特种基金1亿元以上补办预算或先行办理数额表。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经济、财政、交通三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一零九。行政院函为经济部为办理消费提振措施项下，补助购置节能产品实施计划所需经费不敷5亿元，动支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之应，减送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机关别表。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财政经济两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10。行政院函送我国与日本完成签署之亚东关系协会与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间强化灾害防救业务交流合作备忘录。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11。外交部函送中华民国政府与贝里斯政府间羊只品种改良计划合作协定。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12案。外交部函送中华民国政府与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间卫星影像及地理资讯系统技术合作协定第一号修正。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13案。外交部函送中华民国政府与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间有关多米尼加温室栽培蔬菜健康管理与产品安全检测计划合作协定。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14案。外交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如何强化我国对东南海主权主张之具体做法书面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15案。外交部函送中华民国政府与史瓦济兰王国政府间资讯及通信技术合作协定。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向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16案。外交部函送驻捷克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与驻台北捷克经济文化办事处青年度假打工备忘录。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向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17案。拟外交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驻菲律宾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与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间有关促进渔业事务执法合作协定及相关文件。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外交及国防经济两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18案。公平交易委员会函送我国与政府完成签署之亚东关系协会与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间关于竞争法适用了解备忘录。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19案。教育部函为修正大陆地区人民来台就读专科以上学校办法第9条、第10条及第11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本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好，没有意见，通过120案。内政部函为修正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依亲居留、长期居留及定居数额表。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121案。内政部函为修正台湾地区大陆地区人民进入台湾地区许可办法第24条条文及第21条附表一、第33条附表二。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本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
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案通过，照这个案通过。一二二案。卫生福利部函为全民健康保险费率自105年1月1日起，一般保险费费率调整为4.69%，补充保险费费率调整为1.91%。议事处意见，拟请约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一二三案。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函送两岸协议执行检讨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约会交内政委员会。本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一二四案。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函送该会对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设置功能检讨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约会交内政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一二五案。经济部函送驻印度台北经济文化中心与印度台北协会中小企业合作了解备忘录，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一二六案。拟经济部函送该部投资业务处与中国大陆召开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投资工作小组工作会议结论，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本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通过。一二七案。拟经济部函为财政部官宣署拟与中国大陆召开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海关合作工作小组工作会议，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本案民进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交经济委员会审查，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通过。一二八案。拟经济部函送财政部关税署与中国大陆召开 ECFA 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海关合作工作小组会议结论，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一二九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老年农民福利津贴自中华民国105年1月1日起，参照消费者物价指数成长率调整为每月新台币7256元。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一三零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补送农村再生第二期实施计划等二项新兴重大施政计划备选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一三一案。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函送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与美国在台协会就核能管制与安全进行技术资讯交流及合作协议，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一三二案。科技部函为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与美国在台协会间台美服卫三号星系卫星系统频率协调合作协议业经换函延约，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一三三案。科技部函送驻加拿大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与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事处间通讯科技合作方案了解备忘录，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一三四案。拟科技部函送该部协调协同中央研究院与 EMBC EMBO 完成签署之英文协定第一号修正影本，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通过。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一三五案。拟国防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空军靶机系统采购案相关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一三六案。拟国防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科学研究预算冻结1亿元案，请列入议程，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一三七案。拟国防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国军近年赴美受训及观摩考察等相关事宜检讨书面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一三八案。拟国家安全局函送国家情报工作104年度总结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一三九案。拟国家安全局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国防部主管第二项相关决议简送说明资料，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议事零案。中央银行函送防治人民币在市面违法流通与超商兑换人民币成效相关报告，议事处意见，你请院会交财政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议事一案。交通部函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算决议，电子收费委办服务费用17亿2448万1000元，冻结1/10，决议继续冻结20/10。四、提出书面报告时的动之一案，仅送收费员转至办理情形书面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议事二案。交通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有关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计划奖补助费3亿1320万元，冻结1/5，提出专案报告并经同意后时的动之一案，请列入议程。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交通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议事三案。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有关冻结办理选送公务人员出国研习业务之业务费3103万9000元1/4，并提出专案报告一案，请列入议程。议事处意见，您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议事四案。公平交易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仅送有关竞速确立变质多层次传销联合查处机制专案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议事五案。公平交易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 Uber、优步轿车软体不实广告招募未具营业资格驾驶加入营运，冲击大众运输服务业，该会应立案调查并提出专案报告一案，仅送办理情形。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议事六案。公平交易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国际奶粉价格暴跌，国内奶粉价格却居高不下，请送查处情形专案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议事七案。科技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发展计划1000万元，并提出专案报告一案，请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局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议事八案。科技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财团法人国家实验研究院发展计划中科技发展趋势分析与资讯服务计划2000万元，并提出专案报告一案，请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议事九案。科技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财团法人国家实验研究院发展计划中海洋科技发展计划1亿2943万元，并提出专案报告一案，请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50案。科技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财团法人国家实验研究院发展计划中高速计算与网络应用研究计划7000万元，并提出专案报告一案，请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51案。科技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财团法人国家实验研究院发展计划中地震工程之运作及发展计划1亿5000万元，并提出专案报告一案，请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52案。科技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智慧社区建制工程原列1090万元至1/5，并提出专案报告一案，请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53案。科技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高等研究园区开发业务计划编列9864万6000元，除人事费外冻结1/4，并提出报告一案，请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54案。科技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园区业务推展中运用资讯与通讯技术发展智慧园区原列1280万元至1/5，并提出专案报告一案，请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
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义务案。科技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作业基金编列6亿9790万元之四分之一，并提出报告，已案请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56案。科技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智慧园区推动管规划及管理500万元，并提出专案报告一案，请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57案。科技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智慧园区设施建置500万元，并提出专案报告一案，请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58案。科技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项下前瞻及应用科技9亿3011万6000元，冻结四分之一，并提出专案报告一案，请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59案。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退出役官兵就学职训100万元，提出书面报告后实得动之一案，请送书面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60案。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退出役官兵服务救助与照顾400万元，提出书面报告时得动之一案，请送书面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61案。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荣民与荣眷生活辅导宣慰及座谈662万9000元之四分之一，提出书面报告时得动之一案，请送书面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62案。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对荣民及特定医疗体系之补助17亿4336万1000元之五分之一，提出书面报告时得动之一案，请送书面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63案。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荣民安养及养护项下基本行政工作维持5000万元，提出书面报告时得动之一案，请送书面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64案。外交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政府部门补助国内民间团体及机构参与或办理国际会议及活动整合平台300万元，四提出书面报告时得动之一案，请送书面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65案。外交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资讯服务费中 NGO 双语网站维护营运经费100万元，四提出书面报告时得动之一案，请送书面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66案。外交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补助台湾民主基金会经费500万元，四该会前副秘书长林植兵提出书面报告时得动之一案，请送书面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67案。外交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制作国情资料300万元，提出书面报告时得动之一案，请送相关书面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68案。外交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印刷及制作护照200万元，提出书面报告时得动之一案，请送书面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69案。外交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一般行政2300万元，含基本行政工作维持300万元，四分别提出书面及专案报告时得动之一案，请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70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社区营造及村落文化发展3000万元，提出专案报告时得动之一案，请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一七一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文化创意产业推动与辅导3000万元，提出专案报告时的动之一案，请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一七二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北部流行音乐中心计划原列5亿3250万元冻结1/5，提出专案报告时的动之一案，请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一七二三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超高化石节目辅导计划原列1亿5000万元冻结1/3，提出专案报告时的动之一案，请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74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冻结电影事业辅导4000万元，提出专案报告时的动之一案，请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75案。文化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综合规划业务中文化活动资讯调查与统计原列4784万4000元，冻结1/5，含青年人口推动各项文化事务永续发展之规划400万元，提出书面报告时的动之一案，简送书面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76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新建国家会展中心扩建南港展览馆计划工程延宕之检讨及展馆委托营运规划之情形，简送相关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77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能源局仍有部分计划未移回公务预算，要求就相关问题进行检讨改善议案，简送相关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78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促进投资向下，对赴外投资台商之服务、吸引台商回台投资之服务及驻外投资服务工作3项分支计划预算冻结1/4，请送相关报告，请列入议程。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79案。经济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经新闻网页刊登德国非核电力政策之评论，请送就该网页之编采彻底检讨专案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80案。内政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消防救灾业务冻结500万元，提出书面报告时的动之一案，简送书面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81案。内政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内政土资整合应用计划原列8650万元，冻结8650万元，提出书面报告时的动之一案，简送书面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处理。请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82案。内政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消防救灾业务冻结1500万元，提出专案报告并经同意后时的动之一案，请送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83案。内政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侦办与督导刑案侦破及减速致贫对象冻结1000万元，提出专案报告经同意后时的动之一案，简送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84案。内政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户政业务冻结2000万元，进行专案报告并经同意后时的动之一案，简送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85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农业科技研究发展向下跨领域整合型科技研发冻结2000万元，简送相关报告，请列入议程。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经济委员会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86案。劳动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针对职业安全卫生署一般行政人员维持费除外，预算冻结1/10，简送相关书面报告，请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处理。请院会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87案。国家发展委员会函送自由经济示范区105年关键绩效指标检讨专案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议员会交经济委员会处理。请问委员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188案。行政院函为依据国家金融安定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第5条第3项之规定，请本院各党团推荐学者专家列位担任下届国家金融安定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议事处意见，拟请院会提报朝野党团协商会议处理。请问院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议事处意见通过。那么报告院会，报告4项第189案以下一并宣读，宣读后均准予备查。开始宣读。189案为行政院函送急需本院在本第9届第一会期完成立法程序之法案，请会予优先审议通过。190案至192案为本院交通经济委员会函有关103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等案，均已于年度预算执行期间提报院会存查。193案及194案为本院经济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102年度决算及工作执行成果报告案等案，均已于决算法第28条锁定审议期限提报院会存查。195案至215案为本院经济、内政、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等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相关行政命令，已于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锁定审查及转延审查期限提报院会存查。216案至24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前委员吴玉生、前委员李同豪、前委员陈碧涵、前台湾团结联盟党团、前委员罗淑蕾、蒋委员乃馨、前委员李桂明、罗委员明才、前委员周尼安、王委员玉明、前委员叶金林、前委员王进士等所提临时停案之延处情形。质询事项，本院曾委员明宗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42件。宣读完毕。好，谢谢。现在我们处理朝野党团协商结论共2件，请议事人员先宣读第一件。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时间105年2月26日上午8时40分，地点议场3楼会议室。决定事项：一、国民党党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赖世葆委员同意与亲民党党团财政委员会高金素梅委员互换委员会，主持人苏嘉全、蔡其昌，协商代表柯建铭、吴秉睿、陈廷飞、赖世葆、林德福、江启臣、李鸿钧、高金素梅、陈怡杰、徐永明、高露引用八吉拉。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以上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105年2月26日朝野党团协商结论经决定如下：国民党党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赖世葆委员同意与亲民党党团财政委员会高金素梅委员互换委员会。继续，请议事人员宣读第二件。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时间中华民国105年2月26日上午8时30分，地点议场3楼会议室。决定事项：一、各党团同意朝野党团协商会议原则上于每周星期三举行，如有重要急迫时，于每周星期五或其他时间随时举行。主持人苏嘉全、蔡其昌，协商代表柯建铭、陈廷飞、吴秉睿、赖世葆、林德福、江启臣、陈怡杰、李鸿钧、高露引用八吉拉、徐永明。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以上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通过。105年2月26日。朝野党团协商结论经决定如下：各党团同意朝野党团协商会议原则上以每周星期三举行，如有重要急迫时，以每周星期五或其他时间随时举行。现在对行政院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继续质询。进行质询之前，先请秘书长报告部会首长请假情形。报告院会，行政院来函
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司主任委员世豪本日因公请假，由一副主任委员孝成代表列席，报告完毕。好，那么我们现在请陈委员慢力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主席好，各位在场的所有的伙伴大家好，我是陈曼丽，今天是我第一次的质询，其实我是偶尔很急哈，所以我没有办法像吴坤玉委员能够全程用台语来质询，我今天会用普通话来跟大家沟通。那我想就是说，其实今天我知道我是在社会福利和卫环委员会，所以呢，我的重点会是放在这个部分。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重视我们台湾的社会福利和卫生环境的这件事情。大家会看到我们在几年前曾经有一部影片哈，是看见台湾。那我想说，我会从这边开始。那我现在可不可以请我们的院长到前面来？好，请张院长。陈委员好，院长好，我想你看过《看见台湾》这一部影片哈，那也是因为《看见台湾》的这部影片呢，引起我们国人很大的注意。那在这个之后呢，当然我们也整个社会都翻起来了哈，就注意到台湾的环境的问题。虽然大部分的是看起来还蛮美好的，但是又看到很多的这种千疮百孔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对于我们的环境里面的水，还有就是说破碎的这样子的一个河川的画面。那我讲是说，在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哈，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有很多的改善的一些的工程哈，就开始来进行。那政府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民间，就是说地方政府呢，都做了很大的一个就是资源的挹注。那像在中央这边，我就看到了我们有33亿的这个经费呢，就挹注到这个里面来。那在这个之后呢，其实我们就会看到是说，投注了这么大的资源进去之后，我们的水到底它的干净度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那我在这边想请教一下院长哈，就是说你认为我们台湾的水的干净度，如果是最差的是0分，最好的是100分，请院长给我们的水，台湾的水打个分数的话，你认为台湾的水的分数会是在哪里？我想这分数不容易打，但是至少经过自来水的净水处理过以后出来的水质应该都是合乎使用标准。那就看委员心目中这个水及格分数是几分。我讲的不是自来水，我讲的是我们河川的水。原水的话其实也牵涉到说当时有没有台风，如果有台风的时候，当然这原水就非常污浊。那如果是一般的情况下呢，就是不是在风灾水灾的情况下，那不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又要看地区。譬如说西部的河川水通常品质没有东部的河川水干净，这个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所以整体来说的话，你对于台湾的河川的这个水的干净度，你其实并不是那么样的了解。我不能说不了解，我想每一条河的这个水的干净度都不一样。像南部有几条河，像高平溪过去就是以这个上游很多养猪户，为这个相当有名哈。所以高平溪的水，老实说，在这个当年养猪户还很多的时候，其实就不是很好。好，那我们来看下一张。这个是我在今年的2月16号哈，就是前几天呢，我到了桃园观音工业区那边去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水的排放。其实我跟当地的居民、民间的团体一起过去，然后我们就会看到是说，整个的水里面呢，河川里面其实它都没有
活的生命，就是说也没有鱼也没有虾哈。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它的这个河川里面的污染，虽然是说我们在这个观音工业区呢，它会说它这个部分已经合格标准，可是我们看到了却是没有生命的河川呢，其实它还是一个不让人民非常满意的这样子的一个河川。那我们在看到哈，我们的河川的污染这样子的状况，它会跟我们的食品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连结？请问院长，您怎么解释呢？你说或者你怎么理解？你说污水跟粮食安全？对。我想，如果污水里面含有重金属，又使用到农田的话，当然是绝对有问题的。所以如果是说河川里面的水质并不是那么样的理想的话，它就会污染了我们的农田，然后呢，如果使用到农田当然就是污染到农田。所以呢，所以我想这个环保署在于监控水质方面都有一定的这个做法，避免这种现象发生。所以我们的粮食安全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部分呢，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就是说就是环境的部分，也会牵扯到我们的农业的部分，也会牵扯到我们国人健康的部分哈。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其实是会看到哈，就是说我们的农田的一些的污染其实是被大家最诟病的哈。当然就是说如果是说我们的那个河川岸边的这个部分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很多人到河边去的一个意愿，所以呢我们的河川的亲水性就会不强。那如果是说它排到我们的这个农田里面去的话，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地方是灌排不分离的一个情况，所以它如果进入到我们的河川农田里面了以后呢，我们就会看到农地就坏掉了哈，然后很多的地方长出来的东西大家就会觉得是说不是那么样的安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我们会看到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下一章，我们的这个台湾的环境呢受到一些的影响。那所以呢在这个部分我想就是说在我们台湾其实大家会非常担心哈水的部分。那刚刚我请问了我们的院长，就是说你认为这样子的一个河水的一个品质哈，或者灌溉水的一个品质，它的分数到底是在哪里？对不起，最后一句话没听清楚。您说我们河川水质，最后一句话我刚刚没有听清楚。对，河川水质会影响到农田的灌溉。对对，没有错，那个河川水质，你认为它及格吗？你说这个河川的水质去使用于农田的灌溉及格吗？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也是要看地区啊。像东部的米就是因为，你不要讲东部啦，东部它其实是比较不让我们担心 的意思就是说西部好吗？是个案而已。其实我刚刚也跟委员报告说，其实环保署对于这个水质一直都有在监控，如果说这些不当的水质跑到农田里面，其实会很快去处理那块农田，不能再做这个耕作使用，是不是请环保署说明一下？报告陈委员，这个问题其实大概好几个部分啊。第一个刚刚谈到的是这个农灌分离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如果要任何搭牌呢，是要需要得到许可。第二个，有部分的河川它的污染还有一些渠道污染是有的，那我们现在已经环保署已经标定了三个主要的地区要做污染这个河川的总量管制啊。但是以我这段时间我到各地去的时候，所有的在地的民众他们其实是最担心的是这一块哈。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对于食品安全当然是说可能是从我们的食品工厂出来的，但是很多食品安全的疑虑它是在我们的农田。那当然是说我们也不太愿意去伤害到我们的农业哈，所以也希望这个部分呢能够往好的地方去移动。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台湾的河川的污染的情形还是很严重，而它的源头呢可能就是在工业。因为呢工业的排放它其实并不是那么样的严谨，甚至呢有些地方可能还有一些的监督不够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些东西呢它就是跑到我们的河流，然后跑到我们的这个农田里面去哈。那在这边呢，是不是我能够补充一下就好，就是您刚特别提到农田呢，我们的观察现在比较有问题的是彰化地区，这个跟以前客厅及工厂的一个遗留了。
那么目前很多都把它集中在彰滨工业区。所以书章讲的其实客厅及工厂那个可能又是另外的东西哦，因为那个可能又是一个地下工厂。年代很久了，对。那我们现在所以我想说那个东西可能是另外的，但是我现在就是说我们可以管理的，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它的一个不完备的地方。那另外呢，我想现在就接到我们会看到一个废弃物的东西，就是炉石哈。炉石呢，它其实是炼钢厂出来的一个产物。那这些东西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它有一些的乱倒，还有乱埋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这个也是我在担任立委之前和之后哈，我就开始跟地方的团体连结，然后呢，他们就带我去看了一些的这个炉石的这种乱倒哈，然后呢也乱埋的这种情形。各位看到我们这张的，我们看到这一张哈，这一张的这个PPT 呢，我们会看到水看起来是蓝蓝的哈，看起来好像很干净。事实上呢，它的水已经是污染了。然后它的这个污染呢，就是由因为台湾下雨嘛哈，所以呢这些的炉石如果是说乱倒乱埋的时候呢，它透过一个河水，透过一个下雨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它就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水域里面来。那进入到水域了呢，当然有些水域呢，它就刚好是一个养殖的地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炉石那边的一些的污染的情形。所以呢，也会看到里面的鱼，本来里面有一些的养殖，但是呢，因为污染，所以呢，那些鱼都死掉了。所以对于农民呢，对在地的人呢，他们也造成了一些的污染的这个承担。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大概都是自己先自认倒霉哦，因为它既然不是地震的天灾，也不是台风的，也不是寒害的，所以这些的渔民呢，他们也会感觉到，就是说，其实这样的污染，那我们台湾其实我们关心的不光是我们的水的部分，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农田的灌溉，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老百姓的食品安全的部分。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容许插一句话，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是会看到。我们台湾的这个管理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它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严谨，甚至下一章，甚至呢我们会看到就是有关于那个废弃物的乱倒的这个部分哈。那当然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的这个废弃物乱倒的时候呢，它可能是不容易被抓到，因为毕竟并不是有那么多的这个警察哈，或者有那么多的有公权力的人能够驻守在现场，所以呢，他的乱倒呢，其实要抓到其实是非常不简单的哈。我们再看下一章，那个这个是一个法院的判决，请院长哈还有署长能够看一下倒数第三行哈，他是说这些的事业废弃物的清理呢，它其实它是应该要属于一般事业废弃物。但是呢，我们其实在台湾很多的地方呢，在我们现在官方的法令里面，其实有些还把它界定成为产品。那它如果是产品的话呢，它就变成是说它是可以在市场上面流通的。但是如果它是属于事业废弃物的话呢，它就必须循一定的管道去做这样子的一些的处理哈。那我想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部分呢也看到了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民众，他在这个部分他不太了解，所以他有些时候他也不知道那边倒的是什么东西哈。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会希望我们的环保署，就是说关于水的这个部分呢，还有炉石的部分呢，也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工业区的一些的污水处理厂呢，它的排放它应该要是自动连续侦测，然后侦测了以后呢，它的及时资讯呢应该要随时的公开，能够让住在附近的民众甚至是农友他都能够了解到这个资讯。然后呢，当然也有一些的在地的团体，他们也会非常的在乎。那另外呢，我们希望能够撤销就经济部呢能够撤销我们的炉石它是产品，因为呢事实上它是一般的事业废弃物。那如果是用事业废弃物来做这个处理的话呢，我们就有一个事业废弃物的再利用的这样子的一些的管理的一些的办法，那这样就能够把它纳入一个比较严谨的方式。要不然呢，有一些的炉石它可能用一个很便宜的价格卖出去给别人，如果它是产品的话，它就卖给别人，结果呢卖给别人了之后呢，你就会看到那个后续它再怎么处理你就是追踪不到了。所以这个就造成我们环境上面的一些的污染。那刚刚我有提到透过雨水它其实就会渗透到台湾的各个地方，地下水不说，进入到农田的部分才是我们大家非常担心的哈。那我们再看下一章，就是说这边我想再提出来的，刚刚提的是水体哈，再提出来的是我们的气体。
气体的部分呢，我也想请问一下我们的院长哈，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孩子呼吸的是什么样的空气？最近在台湾其实空气的品质其实是大家非常在乎的，尤其是 PM2.5。 我想请问院长，你在这个部分你会打什么样的分数？这个当然其实不用打分数，环保署每天对于这个 PM2.5 都已经有这个监控值，最糟糕的情况当然就是所谓的止爆那个。那随着这季节性的变化，有的时候从这个大陆那边吹过来的会加重我们 PM2.5， 但是 PM2.5 的这个比例啊，这个、污染源大概有一半是。那我们请环保署署长，你给台湾的空气品质打个分数的话，你会给几分？这个我觉得打分数我们尊重民众的观感啊、哦。不过，跟您报告，平均起来呢？这个其实我们每年都有这个数值嘛，就是说照这个原来我们的 PSI。好，那你告诉我你每年的数值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原来如果说照这个原来我们的 PSI 来看的话呢，一年这个不合格的这个百分比大概有5-6%左右，也就是说你365天才6%。照原来的 PSI， 那我们现在定了一个新的叫做 AQI， 就是这个空气品质。这个 PM2.5 呢，3年前开始监测，我们今年会把过去3年来的全部都做出来，那么就会有一个 AQHI 新的。所以署长，你这边是没有资料吗？全部都有资料。全部都有资料。但是我们要把本土的健康，那平均起来我们台湾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呢？这个都有资料，那个可以很快就把这个详细的资料，每个月的资料，每个测站的资料可以送到委员这边来看。所以好，那我们再往下面看哈，台湾的空气的品质哈，各位看到我们的大人、我们的小孩，在街头上，在市区的街头上都要戴着口罩，其实这个是让人家很不堪的哈，不是因为他感冒，不是因为他咳嗽，而是因为空气品质的关系，他必须要戴着口罩上街，或者戴着口罩去上学，这个是让很多的家长非常担心的。尤其是小孩子，他如果是说暴露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可能身体的状况就让家长非常的担心。我曾经听过一位医生提过，彰化的医生，他告诉我说他真的很想带着他孩子移民，因为他觉得他的孩子受到了太多的这种身边的这种无法处理的这种空气品质的一个恶化的一个状态哈。下一张我们会看到，这个也是在台北市的街头的台北桥下面，你就会看到其实我们的空气品质的污染也会影响到，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让我们的透视度能够很清晰。所以不是说这个空气品质的部分是属于中部或者是南部的团体的议题，它其实也会影响到北部。那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在我们台湾，所以你如果让我们的老百姓包括小孩子你让他来打分数，我相信他的分数都不会太高的，甚至现在大家都觉得是不及格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院长对这个情形您的反应会是什么？这个空气污染来源我们当然尽量去设法控制了。民众的感觉其实刚才署长有说我们有监控，那一年里面有几天到底是合格或不合格，这其实都有数据，但是民众的感觉不会是以这种数据为这个标准，他会记得他最糟糕的那几天，然后所以你知道台湾的民众为了空气品质污染上过多少次的街头吗？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所以大家只好走上街头来做这一件的反应。那我们也会看到下一张台湾的空气的污染的状况，当然我们很希望它有个总量的管制，就是台湾这块土地上面能够承载多少的总量，不管是空气的还是水的。那我们就说这个总量管制把它定出来了以后呢，其实环保署并没有定这个总量的管制，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监测的不足，包括我们可能把那个监测的仪器放在不同的地方，可是都没有放在对的地方，或者它的量不够，然后呢我们查并不是太严，所以这样的情形其实是不断的恶化的。我很了解那个像您特别用红字标示的这个工厂管理止爆时等等等，其实去年我记得台中火力发电厂就有一段时间因为
当时应该是 PM2.5 是特别高，所以它有降载。但是也老实跟这个委员报告，其实 PM2.5 的来源呢、啊，有一半最糟糕。如果是对岸的这个千万不要走到对岸，因为其实有的人会觉得你没有研究的数据，你就把这个东西都推到别的国家去的话，数据跟委员报告有数据，非常大的风险。你让我讲完，我要讲说，其实本土的也占了一半多一点，本土的这些污染源里面，交通这个排气其实又是很大的一块。所以其实您这边讲到说减少燃煤，固然燃煤发电是其中的一块，但是其实燃煤发电的这个比贡献呢，并不是最大的。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对于这个 PM2.5 哈，当然出现这个止爆状况的时候，台电这边能够做尽量做，可是我们有更整体的计划，譬如说、这个、对，所以我们很想要了解，就是说我们在行政院的系统里面有没有可能在工厂管理上面能够更进一步，包括在止爆的时候它可以减少燃煤电厂的这个发电的一个占比，然后呢它可以限制排放，甚至如果需要的时候它可以停工，就让它不准排放这样子。报委员，去年十一月初的时候有一次这样的情况啊，这个台中的电厂就有降载，我们也有后续的追踪。其实那次台中降电厂的降载所影响的大概是1%不到，也就是说很多其他的污染源其实也是供应源，这是我们刚才院长所要表达的。所以很多的污染源就是造成我们台湾的老百姓生病啊，所以我们要全面各面的都做，到后来就是我们的健保会破产啊。是没有错，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污染源的来源和它的传输途径都有相关的研究，我们要全面并进，包括这个移动的污染源，包括定点固定的污染源，还有包括境外的污染源，大约各占三分之一。所以我们看到空气污染的这个问题，它其实并不是环保署所能够自己能够管辖的。工厂的部分可能牵扯到经济部工业局，是的。然后属于这个移动污染源，跟交通部有关，交通部可能它也有很大的责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看到的空气污染的这个关联度的东西，它其实是要由一个更高的高度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统整，甚至在这个高度里面，可能我们的行政院的院长他对这件事情就是要很认真的去处理。就像您在前一阵子2006的时候，你很积极的跑到台南那边处理，或者是关心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妥当的一个处理解决。跟委员说明，我们去年八月行政院已经核定环保署的一个叫做清净空气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去年八月核定，里面让环保署透过这个计划去，可是八月有处理，但是到十二月的时候民众还是上街头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表示说民政还是不满意的啊。八月通过这个计划，这个计划长长久久要执行下去的，当然十一月的时候可能因为天气的关系这个空气特别糟糕，民众特别有感受，可是这个计划是一直都在执行，包括各个部会经济部或是地方政府，像譬如说管制。好，我希望院长在这个部分在你卸任之前，我希望你还是把这个当成是我们的国安问题好吗，就是它是非常严重的，影响到每一个人，每个人都要呼吸。我们再看下一张，你就会看到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的栖息地到底在哪里，到底它安全不安全。那我想接下来我们看到几张图片，下一张我们看到我们台湾的白海豚。台湾的白海豚呢，过去我们在为了国光石化的时候我们保护白海豚，现在全台湾的海域里面不到100只。下一张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石虎，石虎它大部分的栖息地呢会是在苗栗那个区块。那我们最近得到的讯息就是说两个月已经死掉了4只，这个的比例非常非常的惊人，因为呢石虎在台湾不到500只。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你就会看到台湾的生态环境已经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下一张，那我们看到我们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第8条里面呢，它其实是应该我们在做任何土地的利用的时候，它必须要有最对于栖地最少的一个危害，然后呢我们要让这个原有的生态的功能呢要继续能够保存，不能破坏。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中央部会呢，它其实对于这个重要栖地环境呢，它其实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作为，所以呢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法令其实在执法的时候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危机的。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就是说我们在这边也很希望我们的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环境在划设的这种程序上面它是农委会来负责的，但是呢它是由地方政府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公告，然后呢通知土地所有权人，但是后续就没有了，后续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相关的一些的保育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是非常非常消极的，这个也是让我们非常担心，就是说台湾的栖地如果没有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动物我们的好朋友他们如果不在了，下一个很可能就是轮到人类。所以呢我们也很关心台湾人哈，就由小看大，我们的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哈，就是说我们希望哈院长还有我们农委会可不可以立即公告台湾白海豚的重要栖息环境的这一件事情，还有公路总局是不是能够提出我们的石虎保育还有防止路杀，就是说这个动物它在过马路的时候它就 被车子把它杀掉了，这是非常让大家非常惋惜的。我不知道院长还有我们的农委会在这个部分能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承诺，在短期之内。跟陈委员报告，我们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的公告是有一个审议小组，我可以请林务局尽速的研究看看白海豚还有苗栗的这个石虎的保育。下一次开会是在什么时候呢？我要问林务局看看，因为有案子的时候才会开会。那目前那可不可以把这两个案子当成案子呢？我想委员这边既然提出来那个我想开会定期会议以外加开临时会议总是有这个弹性，所以既然委员提出这两个题目，农委会回去应该可以尽快的开会来讨论。好，我希望两个月内把这个就赶快来开一个会好不好，来把这个讨论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决议好不好。好，我们来看资料，因为石虎这个公路总局它有一个评估计划，可能现在两个月开的话，那个评估计划现在被函暂停了，因为它委办的单位好像并不是一个保育的一个专家系统，所以呢这个计划我记得好像已经暂停了。因为假如没有资料的话开会的话可能但是台湾有学者有做这样的一个研究，所以那个资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来收集就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我们的国家永续发展到底在哪里报告我们的院长哈，我其实过去曾经在行政院的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担任过8年的委员哈，所以我对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的期待是非常的高。那但是呢，就是说请问院长，我们现在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多久开一次会议？我们一年至少两次，那么一年是需要，对，至少两次，一年几次需要可以。两次，一年两次，就是半年开一次会嘛，对不对？但是有需要就可以。对，但是从来都没有有需要的时候所以大概就是半年一次。去年就开了两次，都有记录在案。我自己以前在担任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委员的时候，我们是3个月开一次，然后很多的小组会议。最近为了所以当我们国家在做政府组织再造的时候，其实我们蛮希望国家发展委员会呢，它可以变成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但是我们很失望因为呢它的高度还是没有拉到永续发展这个高度，因为永续发展它会照顾到环境，会照顾到经济，会照顾到社会，所以它的关切的面向是全面的那我们再看下面就是说我们其实会看到在联合国呢它有一个永续发展的高峰会它在目前已经办过了3次，每10年办一次。那我自己曾经去参加过2次。那联合国的气候变迁会议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都是全世界都在关心的事情。尤其在去年巴黎开了一个 COP21 的一个会议，所以你会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在国际上都非常的积极的在面对这一些的问题。其实我们会看到气候变迁对于小国家呢，其实尤其是这种比较是海边的海岸的国家呢，它会造成一个生态还有造成人民的一个伤害，那甚至现在也有说了一个名词叫做环境难民，所以呢对于小岛国家呢成为环境难民的比例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也在看下面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台湾呢气候变迁里面它带来的一些的气候的变化也造成了寒害，所以呢它也影响到我们的这个
农产品包括鱼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蔬果，它的这种伤害。那我们会再看到我们下面呢，我们看到其他的国家它面临这个事情的一个处理。那当然我们从国外取经回来的时候，我们也有讲到我们自己应该要怎么做，包括我们的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的架构下呢，我们对气候变迁还有节能呢这个部分都要进行一个各部门的一个横向的合作。可是我到目前为止是看不到这一块的我们再看下面。包括了我们也从网络上面的系统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说我们的资料的收集非常的完整。比如说法国呢那边他们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核能的发电呢会减少75%降到50%，还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呢也会降到40%再生能源的占比呢提高到40%。我不知道我们的行政院在这个事情上面，下一章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能不能更积极一点。甚至我们看到美国的国防单位他们的军队的地方他们也朝向节能这样子的状况。下一章我们会看到法国呢他们把他们的公路呢变成一个太阳能的公路，5年内就能够供电所以在下面，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全世界都在为了这个进行下一个世代而做这样子的一个积极的准备。甚至呢速度之快可能超乎我们台湾人的一个想象。各位看到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太阳能的一个机场这个。好，谢谢陈委员曼丽的执行，谢谢张院长。现在请陈委员明文执行，询答时间为30分钟。好，主席，我们请张院长。请张院长。陈委员好，院长，你认为你现在的张内阁是不是叫做看守内阁？是。为什么不是？第一，看守没有明确的定义，如果要来定义说什么事情该做不做，也没有人可以来做这决定。我们的看法是，我们承认我们是非常清楚的过渡内阁，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但是看守因为没有定义，所以很难说我们是看守。好。今天是今天是什么时候？2月26号嘛，26。但5月19号还有84天嘛。我想这84天，这个算起来不是很长了那我想这84天里面，事实上，我认为了现在的张内阁。就是一个所谓的看守内阁了因为从过去的国民党时代，从威权时代，事实上没有所谓的这个政党轮替嘛所以事实上也没有所谓的交接，也没有所谓的看守的问题。但是现在是民主时代了，所以时代不赶快了，所以今嘛这时代，事实上政党轮替可能就会常态化了。所以我们就是要有这种所谓的看守内阁的一个这个实质的一个意义存在。我想我也就是说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说，所谓看守内阁大概就是从1月17号选举结果，那么一直到5月20号以前，也就是新政府还没有上任，旧政府还没有卸任之前的这一段期间，事实上都叫做看守内阁。我认为看守内阁也未必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我不认为为什么不能做，但是实际上看守内阁基本上是应该要做好维持政府正常运作，还有就是维持我们的政局稳定。最重要的，院长，我要告诉你要做好交接的工作，你同不同意？交接就是我在这几个月里面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就是说，
剩八十四天而已吼，这八十四天的时间吼，事实上现在这个政府吼，不需要做出什么重大的政策啦哈。我想这个重大的政策哈，尤其是哈，那么要跨年度的这些重大政策哈，事实上不需要在现在哈去推动的，你同不同意？我想这个很难一刀切哈，有些重大政策先开始做规划，但是我们不会在我们的任内做最后的决定，我们会留给新政府。我想每一个案子有不同的状况，非常好。所以我要在这里呼吁的哈，我们所有各部会都应该要停止进行啊重大政策的一些推动哈，尤其我想不是尤其涉及到未来的四年，甚至有的是涉及到未来的八年，甚至于十年的重大建设的这些重大的一些政策的推动，事实上现在哈都不宜去推动了。我想这一点你应该同意的哈。我想我们推动的过程里面还是要持续进行，但是决策点重要决策我们会有分寸。我想最近我们很多的立法委员特别提到了像这个高教蓝图计划啦，这个就是有五年的千亿的这个计划啦，包括十年的这个千亿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购车计划啦等等。这个需要在现在做决策吗？不需要吧。我们没有要做决策，但是我们过程里面规划跟审查都要做。我想我只是今天要提醒张院长，就是说现在的张内阁就是看守内阁，不要变成是一个昏章内阁，就这样难看了。所以我是特别提醒你，我们是希望现在好好的做好政权所这个交接的工作，同意不同意？你同不同意？交接的一部分同意，这个交接是一个重要的重点，但是我们规划的工作也会一起交接给新政府。好，那我问你了哈，那谈到交接了哈，那现在到底总统府跟行政院要打算要交接什么东西给新政府？你认为打算什么东西？每一个部会会筛选出重要的项目，我们会不依照部会的窗口个别跟将来新政府个别的部会去做交接。其实我想院长你也很清楚了哈，现在这个交接条例没有法制化，所以现在到底你们要交接什么，其实你们也没有规范了，没有错吧？你们现在只有根据这个所谓这个行政院的交接作业实施要项在处理嘛，没有错吧？我们这个实施要项是让我们行政院内部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当然要民进党这边要有共识。所以你们现在只是说要项嘛，你们没有去做所谓的事项的一个规划交接嘛，没有错吧？我们内部已经在二月底把要交接的重要项目都已经盘点清楚了。要项嘛，什么要交接什么，其实现在没有法制化了。我今天只是说，我要提醒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国民党执政或者民进党执政，后来未来什么党来执政，事实上现在哈。现在政党轮替哈，有可能在我们台湾这种民主的一个时代里面，会是很平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直认为，其实哈，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总统交接条例是应该要去推动的哦。啊，那无你起码讲是固在，你要交接什么，你嘛唔知啊？你要交接什么？那个你要交接什么，你也不知道啊。事实上，我们是没有规范的哦。哦，起码所以有人讲哦，都安尼的时候，我就要交接什么，我就给交接什么。哦，没有法制化的哦。所以我今天我要特别要提醒院长，如果说现在总统当选人要求你提供相关的资料，你愿不愿意提供？现在我想要提早了解政府的一些运作情况啊，譬如说我们行政院的一个组织架构。人员的编制，还有预算的编列，还有现在执行的一个情况，你愿不愿意同意这个提供？愿不愿意？就是要把它至少法制化以前，先做机制化。我们的交接要项就是要做这个事情。我想嘛，我这些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现在交接条例还没有法制化嘛。那你们现在就根据行政院的这个交接的这个要项在办理嘛。那事实上要办理什么事项，你们也没有规范嘛。所以我今天要提醒你的是说。如果新政府，如果总统当选人想要希望你提供的这些所谓的相关资料，我想要先了解一些我们现在的一些政务问题，那提供你这些，希望你能够提供，你同不同意提供？你愿不愿意提供？这算不算交接的事项里面？这个当然算交接事项，非常好。所以我们是希望，如果有一些这个
这个总统当选人想要希望我们行政院现在能够提供的相关的资料哦，或者是一些重大的一个政策的资料，能够送到我们总统当选的办公室，我们是希望你们能够做到，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资料如果牵涉到机密的话，我们要有一定的程序，包括我们的部会首长要有一个认定的权限。你看，你现在又谈到了机密了，哈，我想现阶段事实上所谓交接哈是应该无缝接轨了哈。实际上，如果说我是这个总统当选人，我希望现在行政院提供所谓相关的一些资料给我，现在你们是不能够抗拒的，是应该要随时可以提供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推动这个总统交接条例？好，原因就在此，因为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交接条例一直就没有法制化，好，所以就没有办法也是。现任的总统的一个交接行为，还有一些这个有时候就会变成阿里都知啦，阿伯什么没有交接这个条例的一个规范啊，我都应该赶紧烧毁，都赶紧烧毁，就会胡搞乱搞了。好，所以我是特别要提醒你，好不好？我们那个交接不会胡搞乱搞了，我们是希望不会胡搞乱搞哈，不会胡搞乱搞，但是现在就是没有规范。现在我们才有一个要项要来做这些，现在就是没有法制化嘛。现在就是你愿意提供就提供，你不愿意提供，事实上也没有办法嘛。哈，到底你现在这个不交接，我们也没有办法嘛。事实上，现在只是说哈，我们是希望交接是能够哈法制化啊，事实上能够透明化。我想这一点我特别在这里提醒你，所长就现有的法规先说明一下。行政院有关的事务要项，其实公务人员。交代条例他讲得很清楚，必须要交接哪些呢？譬如说交代公务人员交代的哪些，包括机关首长主管人员。对，我只是提醒三内阁哈，就是说如果总统当选人希望你们能够在交接之前，能够在政权移转之前，能够希望能够提供的相关的一些资料跟委员报，或者是你现在身为这个看守内阁哦，我们应该要协助这个新政府上来，我们能够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哦给他。我想这是都是应该是跟委员报告那个要求，同不同意啊，张院长？我想今天不谈，今天事实上交接条例还没有法制化，所以我们今天不谈这个法律的实质内容。我是在看你的，我是在问你的态度，好，你的态，你同不同意？上面我们支持交接应该法制化，好，谢谢，但是不能违宪。好，我想我们没有违宪。好，我想我们今天只是要告诉你的一个看守内阁的心态，好，如何面对交接工作。我想如何能够让政权顺利移转，无缝接轨。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要目的。这是我们的目标。好，那院长，既然我们谈到交接，我要跟你谈一下哈，很多的有所谓的重大的一个政策也要交接啊，譬如哈入梯。TPP 的加入 TPP 的，好，我想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哈。这个马英九哈，在2012年就讲哦，就排除障碍，调整心态，八年入梯的。他为什么定八年？我一直问经济部长，他也说他不知道。这个马英九他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哦，八年的由来是什么？八年入梯能快就快了。好，那八年。从2012到现在是2016年了哈，四年了。好，那我要问你，四年现在我们的马政府要用什么进度、什么状态哦，能够交接给新政府的入梯好的一个情况，你能不能说明一下？我们加入 TPP 或是 RCEP， 其实我们国内法规有很多。我现在讲 TPP， 我们就专讲 TPP 好不好？你告诉我 TPP 现在是什么一个进度？TPP 这个要用什么一个进度或者什么一个状态来交接给新政府？你能说明一下？我们已经工作四年了，不是吗？四年了吧？哈，我们已经盘点出需要调整的法规，有的已经调整，有的正在检讨。所以在加入 TPP 之前，我们法规该调整、该开放都要先准备好。院长，这个、工作过去都一直在做。院长、部长，你们都在这里，你知不知道要入梯的时间不多了？你知道吗？你知道不知道？你们到底知不知道？现在要入梯的时间不多了，你到底知不知道？急迫性我们当然知道，但是他这个你知道我们现在可以，如果从现在开始算，还有几个月，还有几个月吗？你知道吗？你知道不知道？
你们知道不知道？那个包委员，现在因为、可能都不知道啊。我想就很清楚了，伯利哦。这咱老对话过几啊遍，我主要是干那要跟您讲哦。我想很清楚，所以这个十月十五号 TPP 的十二个会员国都已经正式这个成立了，你应该很清楚吧？哈。但是他们有一年的时间要在国内取得这个。他们有两年的时间了哈。如果算起来的话哈，我们可以准备的剩下不到20个月了，不到20个月呢，啊，不到20个月的一个时间了，算是很紧迫哦。我们如果大家都很清楚，加入 TPP 是台湾经济未来最重大的一个契机了。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加入 TPP， 也就是说能够在第二轮才能够加入，对不对？那我们如果要加入第二轮，这十二个原始国，我们有把握的有几个？院长，我们有把握有几个？我们经济部跟外交部有一一的去接触沟通，希望他们能够支持。对啊，外交部啊，有几个国家你们觉得有把握？十几个国家啦，咱大家知道这拢爱同意的啦，共识解的啦，对不对？那十二个国家，我们有把握有几个国家？你能不能答复一下？有几个国家？现在不方便讲，其实这沟通是随时在进行，所以这个支持度是一直在慢慢增加。我不知道哈、你们能不能，你们到底有把握的？也就是说，你大概可以移交给新政府的，告诉我们说，安尼我打开吼，基本上咱努力到现在已经有几个国家，未来还有几个国家，你们要继续努力。有没有这个我想这个总是要具体化吧，支持我们的国家也要看我们国内法规的修改进度，有些法规我们改了，他们这些国家就会支持，所以这个不是说技术层面的，我想我们这些事务官都会去做，但是我想在整个政策推动上的，尤其是要用外交手段的能够达到十二个原始国都同意的，我想现阶段你们现在的马政府就应该讲清楚说明白啊，我不知道十二个原始国到底有几个国家现在是可以移交过来的、其实这些国家要支持我们不支持我们，当然要看我们这些法规修改的状况，如果这些法规觉得他们觉得够开放，他们就会支持，所以这不是说他们一口答应或不答应的问题，我们自己有些工作要先做好。我是觉得了，十二个国家里面他们台湾关系较好的，当然像美国可能就会支持嘛，日本嘛，还有什么，还有新加坡、纽西兰应该会吧，必然会吧。像您刚刚提的美国就有条件哦，比如说他提的美猪就是一个条件啊。对。所以我们美猪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以前，美国不会答应啊。所以我才跟您报告说，我们不能说美国一定是是还是不是。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以这个 TPP 入 T 的这个重大政策的移交上，那你就是没有很明确了哈。你到现在为止，我来给你听开，就是你就剩安尼，剩无什么进度嘛，一事无成哦。那边不是这样讲，我刚才跟您说，我们的法规检讨到相当的地步了，所以我们法规检讨到什么地步，一定列入交接。然后像美国、日本对我们的要求，希望哪些法规要放宽，进出口产品要放宽，我们都会讲。院长，其实我都很清楚啦，其实我也拢做清楚吼。其实入梯到现在为止，马政府都是口号了。没有，我主持很多次会议在检讨法规，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个进度啦。那有可以给委员的进度，是我们法规检讨到什么地步？在上一届我听到的很多的口吻上尤其是经济部答复委员大概都是说因为货贸服贸啦所以不通过啦所以就是我们要加入 TPP 就会有障碍啦大概都是在讲这样子，没有错吧？哈，包委员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我刚刚跟你报告说，我在现在又改变了，不是这样子的啊。我在副院长任内，我们自己手上的法规要先检讨开放，这个一直都在做，而且都有进展。我是觉得我们入梯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应该要排除任何障碍。但是我看到马习会以后回到台湾，马总统回到台湾以后，那就安尼最近安尼跟日本、跟美国好像安尼弄安尼开始咧，阿咧唔知咧塞性地啊是安怎吼，呛来呛去啦吼。我是觉得这种挑衅的行为吼，或许吼对我们未来入梯吼都会有所这个障碍，甚至于一副吼想要让这个入梯吼破局的样子吼。这一点是我们觉得非常的难过了吼。那我想我们要入梯剩下的时间不多吼，大概只有15个月吼。
到几十个月的当准备呢？所以我想未来这个我们希望我们的新政府5月20号能够上任以后，能够运作的更顺畅，我们是希望我们张内阁能够这一段时间能够进行去深度的研究，或者是好好的分析我们 TPP 的一个架构条约内容等等，那么能够在做啊，把它移交给新政府，好不好？本来就在做了啊。我想过这一点，我要在这里跟部长、跟院长讲好清楚了，其实台湾的经济啦吼，咱啊用安尼讲搞数字化就是 GDP 的吼。我记得2008年，扁政府交给马政府的当年的 GDP 是多少？还有6.52。今年剩下多少？今年呢、这一季啦，多少？0.75。所以也就是说，张院长，你应该代表马政府要向台湾人民说声道歉了吼，讲国民党政府讲是经济统合的吼，但是8年了啦，经济啦，你们今天是用0.75的 GDP 吼，这个要移交给新政府，这一点我要特别在这里。我想这个 GDP 受到国际的局势影响很多，像金融海啸或是欧债，其实都会影响。无能力就无能力，佮牵扯为国际问题去，对不？啊，以前本政府的时代不是也有金融海啸吗？对不对？我们最起码都还维持着5.6、6.5啊！你们现在剩下保一保不住呢，你难道不需要代表马政府跟台湾人民说声道歉吗？啊，需不需要？国际局势影响很大啊！你愿不愿意道歉？你愿不愿意道歉？你有没有代表马政府？你虽然现在短短来接任院长的时间不多，但是从2012年你就当政务委员你也当过科技部长你也当过副院长你到现在在马政府里面的工作4年了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代表马政府向台湾人民说声道歉，说啊，很抱歉，台湾的经济我这辈当我无聊不好。你也不我跟委员报告说，受国际局势影响很大，所以我不能说这是你又要推诿了，完全是我们你要推诿了啊！我院长，我坦白跟你讲我记得你在台南政在的时候，司马先生一个评论家写文章说你张院长来晚了，有没有？其实，在战场你同理心战场你没有在推卸责任不像那时候我们的时江宜桦把责任塞给高雄市政府，有没有？那今天我要告诉你同样的道理，你真的是应该要同理心，要站在台湾人民的立场，事实上要代表马政府要跟台湾人民说声道歉，说很抱歉，很失礼，八年台湾的经济我国民党不派去了，你同不同意？跟委员报告，我刚才已经讲了我的这个观点，你同不同意啊？你真不同意嘛？这个今嘛，搁提供需要给税杯，当然没个这样嘛，对不对？我没有办法回答，我只能说国际局势影响很大，所以这不是单方面的问题。所以你就是不愿意道歉嘛？好，好，院长，那我想我们政策交接了还有一个当然是一些重大的建设的一个交接，包括我们嘉义的故宫南院的交接，那故宫南院是嘉义重大的一个文化大建设了那其实当年我还准备做管定完去向这个扁政府争取的那总算能够落脚在嘉义但是这个很遗憾2000公八年政党轮替了国民党我脸红看不过去所以呢，你们讲故宫南院有弊案你们讲故宫南院有诉讼啦，你们讲故宫南院会淹水啦，对不对？甚至于做工程的时候要把故宫南院改成花卉博物馆。你怎么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花卉博物馆呢？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台北市花博办完的这些东西要拿到嘉义市嘉义县去的。咱才知道原来你是把嘉义看作是二等公民啊呢？要把花卉的那些东西把它集中到嘉义来给我们看那动作关系在哪？这个废弃物集中场这一点我们实在是都很难过。
那不讲这些了哈，那总算啊，去年的12月28号试营运了啦哈，试营运了哈。那试营运了以后呢，哦，我大家都很批评哦，这是为了什么？哦，政治开幕了哈。我想应该两位哦，张院长在这里哈，这个你们应该都同意了哈。报告委员，那个不同意。啊，应该就是一个政治开幕了，这不是政治开幕。原来压的这个试营运的时间就是那个时间。啊，就是政治开幕啊。不是，为什么不是？很早以前就定了，为什么不是政治开幕？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是？因为很早以前就定了这个时程，这是施工到。我们是说要如期开幕啊，你有如期吗？如期有吗？你们只是如期啊。行政院方说的合计一百一十年十二月二十八号开幕啊，要不然你们有没有完工验收？有没有？有没有完工验收？没有啊。验收是、欸、你没有完工验收，你的公务里面，你博物馆的主体公，你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工验收。我们目前正在还没有完工验收，你就开幕，那不叫做政治开幕，那叫什么？啊，不叫政治开幕，要叫什么？你就，那你现在没有完工验收的工程，那你怎么交给新政府？你告诉我怎么交给新政府？啊？你们封关了哦！你的内心，所以28号吼，安尼政治性去剪彩了啊！哎，改一组安尼，当年在右后卡的国民党在里位吼，安尼脚哎要上台去剪彩了啊！搞我记录安尼，当年在催生故宫南院的啊的县长哎去底下给他羞辱。好无为堂阿姐，阿搞我安委员，我们有一再请你，这个、我自己没有来。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啊，然后到时候等于我们改空位置，不做要做到第十排。故宫南院过不了几天，就等买老罪。后来我了解说，哦，原来报告委员那不是漏水，还没有验收，你就强行去怎么样？嗯，啊，去开幕。啊，那一摇进，我们已经拿到了使用执照了。不要生命人验收。你要给谁验收？你要给谁验收？我们预计在五月初要验收，所以这个到时候如果验收顺利，就不会把烂摊子丢给这个。我希望是这样子。如果说希望、啊，所以我今天要特别要跟院长提醒。但是如果有问题，我希望是5月20号以前，你们要完成博物馆主体工程的验收，好不好？可不可以？目标是这样，不要再把这些烂摊子移交到啊新政府来，好不好？哦，谁上走上去负责啦？哦，我是希望特别提醒这个院长哦，故宫哦，这个故宫南院的博物馆主体工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成验收。十月二十八号是政治性开幕，哦，我想这个都太这个，这个挂地瓜位啦，嘿啦，嘿拢大家拢知影吼，嘿拢不要紧。但是我今天我只是告诉你哈、哦，那这个 BOT。那 BOT 到现在为止也都还没有正式嘛齁。报告委员、第一期已经执行了、所以他的第一期的计划已经在做了。现在第二期的开发计划目前正在进行之中。院长我来讲齁、争取故宫博物院到嘉义的时候，故宫来到嘉义的时候齁，其实只要无偿提供十公顷就可以齁、这个争取啦，这是一个最低门槛。我们是提供20公顷。那后来我们追加50公顷给故宫。这都是管政府派负责去给台糖买土地送给故宫的哦，这个不是无聊的哦。那我们原来要送给故宫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是希望故宫是要来做景，这个景观园区哦。那你现在把它改为 BOT， 报告委员去餐厅有权利金，现在你们既然收人家的权利金，你们既然收人家的权利金，我跟你讲说，啊，这是土地是我的，啊，你安尼无嘛，跟嘉义县来分享，我只是要求你们说，让嘉义人能够凭身份证能够入园入馆免费，你们不敢答应，啊。我跟你讲，我要告诉你，我们嘉义县政府，我们要正式要甲管要甲你故宫吼，甲迄土地甲套回来。啊，当然，你现在谢意吗？我不要紧，我会正式用纯正信函给现在得标的这个华喜公司这个厂商，我们要叫他停止开发，我们不愿意再开发。你纵使你申请建造，也不能会核发给你。哦，我要让你停止开发，哎。我是觉得你们真的是莫名其妙到极点。
对，土地是嘉义县政府的，小小给您要求，啊，嘉义人跟大家拢去爱去故宫诶，那你们这个都不同意，你们把这个土地，我们送给你们这个土地，你们把去做盈利，啊，去收权利金，权利金多少？才1%呢，割地条款。委员完全不是，我是觉得的，你这个是哦莫名其妙，我们会好好的算账，尤其院长张院长，尤其是哦故宫南院哦这盖哦这里还没有完工验收就正式开馆，我们是希望你们能够移送哦监察院，不是正式开馆，我们是试营运，好好的哈、哦、追究这个这些行政责任呐、啊。这没通啊，试营运不是正式开馆，试营运就是试验看有没有什么不顺利的地方。好啦，好，谢谢啦，因为剩下不到2分钟、哦、最后、哦、我想要在这里跟院长请教、哦、因为最近我有看到司法信任度、哦、这样足足的、啊、这就是过去马政府的时代、哦、也是这样打压民进党、哦，打压前朝这些官员就对了，安尼哦，安尼以前哦，所有的人哦，所有拢互你堆杀了了吼。我们看到这一本吼，我们自己看起来都会哦，从苏焕柱吼、许天才、邱毅仁哦，这个高英茂、谢清柱吼、石守谦、林波廷哦、许阳明、吴峰培、陈周兰、周礼培。哦，还有林林山、李秀莲、尤锡坤、谢长廷、陈廷山、林杜正胜、李义阳、施茂林、朱武宪，哦，包括蔡英文都有，包括蔡英文都有，包括这个苏志芬，哦等等，哦这些，讲起来吼，浪费有够多，这个司法，哦资源，哦安尼已经哦达到吼、哦、你们的是这个问题，结果8年前民进党交给你们的司法信任还要30几%。你们现在交给新政府的司法信任度剩下多少？1.4%。最后要告诉你，在2008年5月20号，马政府自己马英九自己讲说，他以后要出国，一定会接受尽管。到底有没有我们这个行政院，我们法务部有没有现在有没有收到这个马政府的？自己马英九的这个尽管的这个通知有没有？报告委员，首先这件事情哈，法务部应该不会知道。但是第二点，我听到的讯息好像他是说他卸任之后，那现在都还没有卸任。当然，他讲过他在卸任前会根据国家机密保护法的规定，把自己提报为。好，谢谢陈明文委员的质询，谢谢张院长的答询。报告院会上午质询到此为止，下午2:30继续开会进行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之质询，现在休息。